好，看这题哦，他说力万四起，两个相加，力凸四起，两个相乘不管，麻烦你求他们的共轭复数，来怎么算？先把力万算出来行不行？各位，这两个相加直接加好不好？啊，没i和没i加一起，所以相加四起二，有i有i加相加在一起变起i二i行不行？所以力万四起二加二i。 那力万八，什么叫共轭复数？在有i前面变号，变号时变2减2i， 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 ，OK， 再力凸也是一样，麻烦你先把力凸算出来行不行？行后麻烦你把它乘开，这时候乘开时刚好一个现象 ，a 减 b，a 加 b， 乘起来 a 平方9减掉 b 平方16 i 平方 ，i 平方。 负一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25。所以说老师问你，力凸八是几？力凸的共轭复数是几？把有 i 前面变号，问题吗 ？i 没有，所以变号之后还是几？25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。